远程武器还是近战武器？我当然选近战。笨娘们嫌命长啊，近战就是冲上去送死，当然是远程攻击更好啦。我身法灵活，一棒子就能敲晕敌人，这种弱者才会躲在远处搞。你说谁是弱者啊？不给你个颜色瞧瞧，你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哈。哎呦，停下停下，我们是现在比，你等我先去升级下武器。溜了溜了溜了。发现沙漠毒蝎子，看我的，一木锤下去，直接把他们砸成肉泥。拿来吧你！打开蝎子后，木棒升级变成了蝎子剑。切，这把破剑一看就不中用，还是看我的远程武器吧。发现很怂，连只骆驼都要躲得老远，又不是斗牛。我这是远程武器，远程，你懂不懂啊？我错，我错。废话少说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有什么厉害的远程武器。哼，枪枪枪枪，杀虫水炮。这可是 BOSS 级别的武器，比你那蝎子剑强多了。正好来了只驼柳，可我不三两下打哭它。远程武器最强，吹牛谁不会？那边有一只巨象，在那比比看谁先击败它。还行，你敢吗？没问题，虽这个个头有点大，但肯定不是我对手。不要怂，一起上！表妹近战，我远攻。啊！我就是白姐的武器不行，拿一把刺水枪冲上去，这不纯纯找死吗？臭巨象接招，看我天马流星剑！没想到巨象实力如此强大，根本打不过呀！白姐别慌，烈焰星的生物最厉害了，咱们去那儿发育，肯定能升级出厉害的武器。有道理哦，咱们走。表妹，地形岩是个老六，最擅长远程攻击，交给我来对付。哇塞，瞧表姐这架势，地形人甘拜下风，远程武器有两下子。那当然啦，对付老六的办法真是比老六更老六。武器升级，激光炮到手啦！切，比起我近战武器还真的有差距。啊，我去！你礼貌吗？没想到白姐的枪威力这么猛，我也不能落后了。去找人猿巨兽打架，人猿巨兽皮厚，攻击力强，不过我有蝎子剑，一招连环斩劈过去，人猿巨兽只有狗带的份。算你有两下子功夫。那可不。经过这一波，我的近战武器直接升级成昊天锤了。有了它，谁都不是我对手。我去，吓我一跳啊！巨大昊天锤从天而降，差点没把我砸死啊！既然咱们这么强，不如去找黑龙打一架。大胆人类，居然敢闯我地盘，报上名来！我小表妹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来拿你狗命了。谁是狗？我堂堂龙之贵族，你找死！哼，黑龙真嚣张，看我昊天锤在手，狂欢喜来锤死你！还有我神枪手上线，万弹齐发，枪枪命中，今天就把你打得老母亲都认不得。这是什么武器？居然比我的黑龙吐息还要厉害！成功打败黑龙，近战武器再次升级，烈焰断剑到手了。我获得了烈焰弓，绝世好武器，正好可以打巨象。走走走，开始冲呀！咱们两姐妹同心协力并肩作战，一个近战，一个远攻，前后夹击，打巨象一个措手不及。看我烈焰剑斩杀！还有我远程攻击给你打辅助，呀呀呀呀呀！哟呼，成功打败巨象，我的远程武器真强啊！明明是我的近战武器更强，小伙伴你们说近战武器和远程武器谁更强呢？